世界如此简单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，简称博州，博尔塔拉即蒙古语，意为银色的草原，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北边缘，东部与塔城地区相连，南部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相毗邻，北部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，边界长达380千米，有中国西部第一门户之称。全州总面积24896平方千米，辖伯乐市、泾河县、温泉县和阿拉山口市以及赛里木湖风景名胜区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50及其所属11个团厂分布于境内，总人口48万，含兵团农50，聚居着35个民族，人口超过万人的有蒙古、汉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回等5个民族。博乐市为自治州首府和农务师支部所在地。